我隔壁好像打起来了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回来啊，我去看一眼。
我给你变个魔术啊。这叫魔术啊？对。你查呀。我。耶。这奶油是牛肠。呀，这玩意儿都蛋清啊！你猜我信不？你念。上面写着蛋清牛奶吗？致癌物，致敏物质啊，都错了。差点就上了315权益日。你挤一下，来个超级大。你挤一下，我看。这个所以这道菜就叫做，所以这个点心就叫做人见人爱，车见车爆。怎么样？心情好了点吧？你是挤了多少奶油在里边？就是要这种满足感，人就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多吃点甜食会改善心情。我看着都腻呀、啊。确实太腻了。我还想吃点小的呢，我挑了最小的。闭嘴！拍摄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哎，所以，我在问你呢，对你。我不知道，我也想。这是准备给摔的那个花瓶吗？对一点。我觉得我拿个东西。别砸花瓶了，没到那种程度。就为你们这点蝇头小利，全都葬送。这都不是吵架时候会说出来的话。你是不是觉得这条新闻已经被毙了？所以收点钱把素材也删了无所谓。这是什么？在这么打你？对，我觉得这个是吵架。我觉得这个戏的点儿是。觉得你怎么会讲这种话，是吧？对，因为你觉得他是另外一个人，需要再跟我说，你会干点事情，你是个有心思操守的人。你认为我会做这种事情吗？说人吧，不然我接不上你。好的，你应该知道我不是这种人。我不关心你是什么人，我现在只要我的新闻。这也是我的新闻。那东西呢？你问我，我怎么知道去哪了？我也想知道东西呢。生炒是吧？真是，那不是，我觉得其实前面其实都还好，其实就有你觉得我是这种人，就到那儿，我不关心你是什么人，我现在只要我的新闻。这也是我的新闻。那东西呢？我怎么知道我没删？你知不知道为了这条新闻曝光费了多少的力气？现在全都被你们搞砸了。我刚才听着他说的啥呢？来，往前试，不太厉害，预备，往前试，3、2、1，开始。春燕，哎，咱让你这个姑娘都过来一下，是不是心口瘫痪了？不用打了。如果是心口瘫痪的话，所有的出院都得我接，那只有这一条命。我就是个巧合，这也是我要问你的。哎，我不是，你知道我是谁？我不关心你是哪种人，我现在就想要我的新闻。这个也是我的新闻。那东西呢？我怎么知道？来，示范了，3、2、1，开始。你知不知道为了这条新闻的曝光，我付出了多少努力？你现在都被你们搞砸了。停！我告诉你，我给你。